大家好，我是胡夫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玩具呢，是由 King Arts 所推出的破鞋大型糖壳黄 Dangayo。 然后呢，这款玩具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变形的效果，但是它的变形呢，是属于需要做一个拔叉组合的。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动画片里头呢，它确实也是属于一个，就是三个四台战斗机吧，去组合成一个巨大机器人，所以说也不能说它是所谓的一个拔叉变形，而是还原动画里头的一个变形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现在有一个两手合并，这个类似于是束光女神之宽恕或者叫极光杵形的这个掌形啊，是属于它这一款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个手型啊。那么它的这个手替换也是很简单啊，就直接从这个地方拔掉啊，就可以把它的手型呢做一个替换。那这确实在有动画里头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必杀技的。其他附带的几个手型的话呢，像这个属于念动使用念动波的时候掌中心发出来这些文字啊，那这个文字的话自然是比这个动画片里头的一个显现出来的样子呢会更加的清晰一些。那另外附带的手型都是比较常见的啊。比方说这个是一个爪形啊，这个是正常很常出现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手掌的一个爪形 ，OK， 这个辅助胸口啊什么的啊，而且很妙啊，以前这种超级系机器人啊，他们如果受伤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胸口被人打伤的时候呢，你要摸到自己的胸口，这机器人哪来的神经啊，对不对？好，那其他的几个手型呢，比方说还有这个，掌中心有一个洞的，这可以握持武器。那么最后的一个手则是拳头中间没有动的，就是像这个，这个就是完全这个紧闭的一个，就是揍人的拳头。那讲到这个揍人的拳头啊，其实呢这个机器人它的有一个必杀技，就是类似于是金刚飞拳的，它这个拳头是可以飞出去扁人的，就是但是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从这里，你也可以从这里把它拔掉，我手有点油啊。比较会滑，就总而言之的话呢，这个手飞出去揍人啊，也是他经常使用的一个必杀技之一。那这个整个玩具身上所有的零件呢，都是可以拆解的，甚至于说呢，在说明书内部呢，它都有对，它的身上的每一块零件呢都有做一个编号。那主要是方便呢，我们在做，比方说这个蓝巴机合体啊。这个米亚的集合体啊，它会告诉你啊，你使用哪一块部件去做一个组合。那我们的话呢，进到一个细节的观赏啊，先把它的武器呢再看一下。这武器金色的部分质感还不错，有一点消光的感觉。剑身的话呢，银色的漆面涂的也算是比较好的。中间的金属红，那要握柄的部分啊，做工还算可以。这个武器做的确实是漂亮。那它的一个本体的话呢，有一些比较尖锐的地方啊，当然最恐怖的应该还是这个头顶这个尖角啊。所幸的话呢，我觉得坚固度还是不错啊。我在第一次把玩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头拔掉的时候呢，用力过猛了一下，在我这个地方扎了一个小小伤口啊。因为这样子拔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想到说它的这个天线居然是这么的长啊，各位就是注意一下啊。但是你看这个，它能把我弄出伤，但是它却没有受伤，可见的这个玩具比我还坚固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啊，它的头顶上有一个这个额头的这个红色装置，这个在动画片里头呢是可以射出攻击的一个光束的。那这面部的细节，我觉得刻线的话稍微糊了一点啊，不能说到非常非常的精细。不过以那个年代的动画来讲的话呢，用一些渲染的赛璐璐片呈现出来的脸部的一个光泽效果，可能跟这个还是有一点接近啊，比较接近的。那身上的话呢，所有红色的部分呢都是非常漂亮的金属红啊，它的这个部分可以说都是涂了最漂亮的，包括额头这个部分啊，这个光泽打下去啊，整体的细节真的是做的还是相当可以啊。然后肩膀的话呢，它有一个前后搓动的关节啊，毕竟是超级系机器人嘛，这个肯定要把这个两手啊，这个一定要做一个扩胸的动作，对不对？那二头肌啊，这个手肘的一个转幅的话呢，大概是90度，你硬要再转上去的话呢，容易就把它给脱掉了。我还是提一句话，因为它本身在把玩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一个必须要全部拆解掉的一个过程啊。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呢，在由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稍微的你要自己组装一下，这个部件组装的时候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尖刺是稍微比较尖锐的。那这个裙甲的部分两侧也可以动，
腰身的话也可以转动啊，然后胸下也可以动，左右呢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幅度的。那背包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背包是一个推进器的造型，那推进器的这个地方呢可以稍微去推动一下啊，背包也可以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也是有参与到组合变形的。后方的话呢，偷胶这种东西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了啊。然后细节的部分也给各位做一个展示，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膝盖的算是双动关节了啊，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膝盖的双动关节，所以你可以弯超过于90度，然后大家也有听到了，它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关节的啊。那这个髋部也是有的啊，侧踢给各位听一下，侧踢就没有了。而且它这个侧踢的话呢，这个裙甲拉开之后，它这里是可以稍微拉出，它会自动往外面拉出来一些些啊，只有一些些啊，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样啊。总而言之，它的一个侧踢的话呢，关节虽然没有齿轮关节，但是支撑力度还可以。那脚的话，脚踝也有一个接地关节，甚至在变形的时候，脚踝是这个整个拔掉的。脚踝的话呢，这里也有这个类似于红色的高跟鞋啊，这看上去好像踢到人会很痛的样子啊，但是被这么大的机器人踢到，恐怕是连呻吟都来不及了啊。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些组合成战斗机的一个形态，米亚的机体怎么操作呢？啊，其实说明书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是原本造型的，这机器人造型下的一个背包，把它的这个配件呢给拆下来，替换上呢另外两个配件。那这个配件的话呢，在说明书的都有写它的编号。那记得这个粗的这个翅膀是朝下，啊，就把替换掉的配件呢给安装上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就是米亚的一个座机，那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组装。造型还是挺漂亮的啊。然后后方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推进器，整体的一个简单利落，而且上面的这个白色看得挺舒服啊，蓝色银色的点缀，质感还不赖。接下来的蓝巴，它的座机是以这个配件，然后配合手臂。那机器人的手的话呢，必须把这个拳头给转下来，那拳头转下来的时候呢，啊，这个球形关节是要留给我们的。以及的话呢，它的这个手臂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有隐藏的小翅膀啊，记得把它给推出来，两侧都有，推出来。这个推的时候啊，从侧边这里抓一下，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难度的。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组合，那把它往中间啊推进去，它是有一个形状是有点类似的，推进去。那最后的这个两个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把它往中间挨一些，然后往后面推一个共通的方向啊，差不多就这样子吧。然后呢，按照说明书的变法的话呢，原本的这手臂上的这两个尖刺必须把它给拿掉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啊。那底盘是这样，正面是这样，造型也是挺好看啊。然后跟刚才的这个米亚座机相比的话呢，稍稍的大一些些。罗鲁机的合体的话呢，就稍微有一点点小复杂了啊。首先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上半身啊，必须把这个啊头部都给拆掉，然后这个横膈膜以下全部摘掉。再来的话呢，把上面的这两个部件给取掉啊，这目前的话是用不到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拆下来，小心的拆下来，然后反转一个方向，反转，然后呢再把整个胳膊的话呢给做一个反转啊，这里也是一样，你也可以先反转这里，再去反转这块部件。反转完成之后的话呢，从它备用的零件里头，我们去取出这个部分，然后安插在它的一个侧边，另外一处呢也有一个，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好，整个都扣上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来将这个也是在备用的部件里头有一块这个部件拿出来，从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位点把它给卡上去。再来的话呢，这是哪里呢？这个是机器人的裙甲，机器人的侧裙甲的部分，然后拿下来之后的话呢，从这里扣上去，它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从这个地方啊，看到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扣，把它给扣上去。最后的一个组合部件呢，按照说明书的变法的话呢，它的一个扣起来应该是要这个凸跟这个凹去做一个组合，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我怎么样我都扣不上去啊。如果把它转过来的话呢，就可以轻易扣上去。我不晓得是说明书印错了，还是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组合方法啊。
那不管的话，我们就暂时以这个形象呢给它做一个变形吧，再来做一个组合。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座机的一个组合也算完成了啊。那由于前部的这个球形关节呢是会动啊，它没有办法固定住，所以是一个小小的缺点。但是如同我刚刚说的，你看其实它的一个支持力度还是很好，紧实度算非常的 OK， 所以这个飞机头也是不会乱动的。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Pay Combination 的一个组合方式。首先呢，这个机器人的下半身的这个很巨大的护膝这个部分要拆掉，这个我们目前用不到它了。还有它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脚掌也不要了啊，这是一个球形关节啊，扭一下呢就可以把它给取下来了啊。脚底的这个金属部件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冰冷的感觉。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做一个往内扒的不对，往外扒。往两侧做一个外八字的一个转动啊，到这里，然后呢，这个把这个两侧这个部件把它给挑出来。这个时候啊，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的两腿做个合并。这个地方组合方式就是找出这一块部件，然后它有两个洞，刚好就是把这两个大球形关节给塞进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两腿就算是有一个稍微一个固定的一个形状。接下来我会建议呢，先把这个地方给组合上去啊，这个都是另外的补充配件。从这个地方啊，你有凸跟凹互相做一个咬合，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这个部件是可以推很出来的。我们把它给推出来扣进去，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侧我们先把它给补充上去啊。组合都不难啊，就你只要能够看着说明书啊，然后把这个零件按照它指示的一个方向把它给扣上就好了。再来，我们原本这里不是有巨大的护膝拆掉了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换上这个比较小的护膝啊，这样子扣上去啊。其实它已经不叫护膝了啊，它就是一个补充的零件，这里把它给扣上。如果说对这个作品熟悉的朋友，应该会对这个变形应该是会非常的熟悉啊。然后侧边这里啊，我们就安装上这个补充的一个配件，把它给组合上去啊，并没有特别的难度。两侧啊扣上，还有一侧啊，这金属的一个涂装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啊，把它给扣上去啊。 OK， 这样子甩一甩就扣上了。那么呢，最后的话我们把它的这个部件我们是不太需要它了，我们要记得把它给拔掉啊，刚刚忘了一开始就把它拔掉。这个是人物的腹部啊，这有金属的一个部分，非常非常的一个冰冷的一个手感。那最后的话就是把它的也是补充了这个配件，把它给扣上。我想想它是应该是哪一侧，我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个凸，那这里面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插口，我们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个扣上去的时候，这个要把它给扣进去一点，不然的话呢它还是容易松动，会去掉出来的。那最后的这个 Pi Combination 的一个组合的话呢，就算是完成了啊。这个体型的话呢就非常的巨大了，它的最后的这个完成的一个形态啊，体型非常的巨大啊，也很沉。它身上的话呢，这个重量的话呢是很有质感的。那我们再对比一下啊，其他的刚刚的几个成员啊，你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舰队的感觉啊，一二三四啊，而且画风都还蛮接近的，通通都是前方带尖刺的一个形象啊。最后呢，这个裸乳机呢，还有这个 Pi Combination 呢，这两个的话呢，还是可以做一个合体的。合体的方式也是很简单，这个 Pi Combination 的话呢，这个头把它给拔掉，而我们的这个裸乳机的话呢，则是把后方这个部件给拆解掉。两者的合体的话呢，需要借助到这么一块的配件。那么这个配件的话呢，也是只要查阅说明书你就可以找得到了，把它给扣上去。而原本在裸乳机背后的尾巴的这几个部分呢，请把它的两侧原本人物的裙甲拿下来，还有裆部的这个部分呢给将这一块应该是说把这些部件的话呢，我们把它回复到它原本的一个位置上，就是原本这是机器人的裆部嘛，我们就把它给扣回去。还有这个两侧的裙甲一样把它给扣回去。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拍摄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形状啊，正反面你要记得看清楚。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不对，这里错了，应该是先扣这个，最后再把这个部分给扣上去。好好，扣得太早了啊。 OK，
总而言之吧，这绝对是一款就是非常硬核的粉丝向的一个作品。整个机械的还原度其实做得挺好的，然后所有的变形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简单流畅，拼装的过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整个玩具的尖锐的部分不少，但是并不脆弱，把玩起来的话呢，我可以给各位拍胸脯保证是非常轻松的，不用担心它有损坏的一个情况。真正说它有什么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各种大合体之后啊会残留下来很多的这些有的没有的零件，你可能就是要另外放啊，甚至我们的机器人的头啊你都必须另外去做一个收藏啊，就是说有一些零件你会没有用到。那这个的话呢，如果说你只是希望说能够还原出动画片里头这个形象啊，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牺牲，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吧。那就利用这一集的时间呢给各位分享，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